哎呀，你这准备动作都做不了。来，过来，你怎么做准备动作？来做一个，我看看。压低重心呢？啊，驼着个背，要不你来后场，你就输嘛。看好，重心是要压低的，但是你看教练这个从侧面看，教练可不是这样往下蹲啊。我人是要往前倾，我整个你看是要往下坐这个感觉。我后腰看到没有，是一个能够挺直的一个状态，人还要微微的向前倾。那这样准备有什么好呢？这样准备就能保证我，你看往前倾可以保证我接这种前场啊，接杀啊，你看我是不需要再往前探的了。如果你站这么高，上半身这么直，你来个球，你就算蹲低了来了个下手球，你是不是还得咣当就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驼着个背压低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来了个后场球，你驼着个背来了后场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得拿腰往上得，哎，得这么仰过来。但是如果你挺着胸的话呢，你看就没有腰的事情了，就只有脚的事情了，因为你腰是支柱的，明白吗？来，你按照刚才教练说的那个站，挺胸，对，往下坐啊，两个脚，你的主脚得在前面，左脚上去，扶手，把你的右手摆起来，把这个球拍收进来一点啊。好，来，不要让我感觉到你人有这种拱拱上下上下，不要让我有这种感觉，始终我感觉你个人脑袋看就在一个平面上走啊。来，好，好，对，注意，好 ，OK。人在家中躺，球技心中长。